来看看艺人如何化解演唱会的尴尬场面。艺人罗志祥在上海展开第100场的演唱会，原本准备帅气登场的他从升降台现身，没想到升降台突然故障，要登场却只露出了半颗头。你就是我的光，都是我心中停。艺人罗志祥深情款款唱情歌，说好要帅气登场，但是直温声音，头却只露出半颗。尴不尴尬？这舞台都把我升起来，是不是？惊了一下，连自己都忍不住笑场。天王马上变成搞笑王。这怎么样？你们说啊，尴不尴尬？我现在要上去也不对，我不走也不对，你们这样我怎样啊？罗志祥上海疯狂世界演唱会舞台升降台升到一半闹脾气，整整五分钟动也不动，诸事幽默化解尴尬。看到很多的一些意外发生啊，在哪儿？这个就是真人秀啊，我看一下我从里面出来会比较帅啊。说要自立自强找出口，还开玩笑警告歌迷出糗了不要上传微博哦。手机你还拍完了，你一路拍到底啊，你要泼全程啊。舞台机关很多，所以呢有时候会偶尔的宕机。升降台机关卡卡，偶像管不住网络的力量，意外登上微博热搜排行榜。虽然耍帅不成，却又幽默化解尴尬，展现机智的一面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